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据说啊，在这个附近呢，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动物。我们今天电视台就来到这个地方，来探寻一下这个动物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采访一下当地的这些居民。那我们去看看居民们对这种奇特的动物有没有什么看法。Go！ 初次见面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好幽默，这个小名字太难了。好的，小名字太难了，先生。请问您一个人在这里孤独的转圈圈，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动物？看到了。哦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了镜子里的那个帅哥把吃坏了。哦，看他的时候他就看到了。哦，那确实挺奇怪的呢。你们刚刚有听到一个声音吗？我觉得这个动物它特别的奇特，好像是。好像是朱雀的声音，还不是朱雀的声音吗？好像是啊，朱雀来了，感觉他在召唤我，真是的。这每当音乐响起的时候，朱雀就要来了吗？我要回到我的星球上去了，看来是瞒不住你了，受不了了。请问您是哪个星球来的呢？我是快乐星球的邻居。哦，时代星球来的。哦，那也是个不错的星球呢。那请您描述一下刚才听到的这个朱雀是长什么样的。这个动物啊，比人有幸啊，短短的见过它一秒钟。因为从小我爷爷就给我讲故事，传说在100亿年前，那时候的地球还不像现在一样。但是呢，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发现天空中出现了异样，突然鸟惊响起，只见闪电劈出了一个朱雀的样子，头是朱雀的头，身子是朱雀的身子，脚是朱雀的脚，尾巴是朱雀的尾巴。我爷爷一看到大惊，没有想到这个他跟我说的传说竟然是真实的。100万年前，我曾经走在大街上的时候，突然天空出现一道惊雷，一声巨响，我看到了朱雀的样子。他就是朱雀的样子。听君一席话，犹如听君一席话。说的实在是太好了。您觉得您拥有朱雀的哪个特点呢？也是一个奇怪的帅哥吗？我觉得都不能用帅哥来形容，就是已经帅了跟天空肩并肩了。其实吧，也瞒不住大家了。听我爷爷说，他这个手特别灵，他的触觉特别发达，而且他还可以控制水源，洗手的时候都不需要开水龙头，只需要我的意念一响，水来就可以看到我的五个指甲里面擦的一下全部都在往外面喷水。哎，左手洗右手，右手洗左手，非常的方便。原价呢1988的这个洗手神器呢，现在只要998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带回家。如果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订购。那虽然您这只见过这个朱雀一秒钟，那如果您下次见过来，经过联系我们一起看朱雀。行，其实我有他电话啊，朱雀还有电话。朱雀其实是有电话，他那天才说他那打麻将输了200块钱，跟那个青龙白虎啊，还有那个玄武，那他们四个天天打麻将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从几亿年前就开始那个举行那个什么雀神争霸赛了。原来朱雀，哎，没错，所以你看朱雀一直赢。只不过这两天啊。这样我给你约一下，我问一下他有没有档期，好吧？好，你帮我找一下他电话。好嘞。嘟，你看，嘟，这电话号码。喂，哎，你在干嘛呀？哦，洗澡呢。哦，还在洗澡呢。啥？你有热水？啊？你的手里面可以抽热水出来，怎么有这个功能不告诉我呢？哦，你来给我升级一下啊！啊，行，他给我升级一下啊，那个，我来了。